江苏卫视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贤。迎新年奋发图强，新年新气象，兔年新期盼，祝大家幸福安康，兔年前兔似锦。1月22日晚，大年初一7:30，我在江苏卫视春晚等你一起热闹欢腾过大年。祝大家元气满满，兔年交好运。